今天带大家去一个粉丝家看逻辑猫。这几天在外面遛狗也太冷了吧，快走快走。也不知道粉丝在不在家。哇，他怎么又忘了带钥匙？这只黑的跟炭一样的小猫咪就是逻辑猫了。听他主人说他小时候特别的白。我还给他的猫带了好吃的。克隆克呀，过来。来了来了。有你的快递。这个就是阿飞和巴蒂的 P86， 买一大包还送一小包换两装。小猫咪没有吃过这款的，可以先拆小包试吃。不喜欢吃大包还是完整的，就还可以退。最近换季，猫咪就变得很敏感，对复杂蛋白质产生不耐受。这个 P86 低敏肌肉五谷猫粮是单一肌肉蛋白，减少过敏的可能性。里面还添加了41布拉迪益生菌，双重呵护猫咪的肠胃。他家还有两只小橘猫，哎，这个猫粮小小的扁扁的，幼猫也可以轻松进食。这个小袋可以拿去喂小黑，最近换季吃这个很好吃吧，慢点吃啊。